大家好，我叫王婉山，我来自菲律宾华侨的家庭，我的成长深受中国文化的教导。我以前读了两年的工程学专业，但我后来意识到这不是我余生真正想要追求的事业，所以在20岁时，我开始做社交媒体管理和翻译的工作。在这份工作，我很高兴地知道我可以帮公司踏展其在社交媒体上的影响力，还有吸引更多客户。我精通4种语言，包括英语、普通话、福建话，还有 Tagalog。 时至今日，我在一家国际人力公司做海外中文客户服务和中文翻译的工作。在这个角色中，我愉快地接受跨越文化和语言的挑战，连接世界各地的人们，使用有效的沟通方式帮公司和工人们交易成功。谢谢。